妹平安。阿门。我们再把圣经导到马太福音24章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迷惑多人。假基督冒主名来，假先知假基督，假先知是为假基督做铺垫工作，等到时候咱们可以查到启示录13章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么耶稣基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说假基督啊，是冒主的名。现在冒主名的人多不多？多。东方闪电的女鬼是不是冒耶稣基督的名？是是是。说我就是基督，迷没迷过人？东方闪电迷过多少人？一个神迹都没行，就迷过了一大群人。将来这个假基督来了，那迷惑力可大了。你今天你的根基没扎住，将来就是被迷惑的对象。人一旦进到迷惑中间了，那么你就跟神为敌的，你也跟这个道是为敌的，是不是啊？你就会不听这个道了，你就会起来攻击这个道，是不是啊？所以这假基督将出来冒主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耶稣有没有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我就是基督？都是别人给他做见证的，对不对？对。圣父是不是给他做见证的？是是。彼得做没做见证？做。做见证。连魔鬼都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啊，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对不对？有很多人给他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假基督来了，第一件事我就是基督。有没有人信？有。真有人信。有多少人信？你看这里边就说了，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他一来了将迷惑多少人呢？许多人。许多人，这是预兆的第二个，是不是？就是假基督出现了，假基督出现了，一下迷惑多少人？迷惑许多人，许多人是不是？嗯。许多人是多少？凡今天根基不稳固的，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人，最后都中毒了。我现在打预防针啊，我先吹一个什么呢？吹个号角，我先吹给你听，你今天就稀里糊涂在那信，听到也不认真，是不是啊？读经也不认真，是不是啊？将来有许多人受迷惑了，有没有你？因为今天你不守道，将来就要受迷惑。假基督一出来，他可不是像现在这些小的东西了。是不是现在这些小的东西，它一个神迹都没行？假基督来了，那是行大神迹的。一会儿咱们就可以看，假先知起来的也行神迹，假基督起来也行神迹，这是最关键的两个。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预言的时候，就预言了这个将来必要出现的。迷惑谁呢？迷惑全地的人。将来可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迷惑教会的人，将来那个假基督假先知把全世界的人全部都统治了，因为他有独断专行的权柄，统治了全世界，是不是啊？是。
将来世界上找不到没有信仰的人了。今天管总还有人说一句，我什么也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什么也不信，我就信良心，我就什么也不信，我就信钱，我什么也不信。将来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了，他都来信。一伙人信谁呢？信假基督，对不对？一伙人信真基督。世界上最后就两极分化，就有两部分人，一伙人信假的，一伙人信真的。你相信不相信？什么拜佛的、拜道的，他也不上山上修炼的，都来拜谁的？拜那大罪人，对不对？一会儿我可以给你查，你可以看这个迷惑力有多大呢？他可不是就是我说我就是基督，就是就这句话说，他还要行神迹呢，有大神迹大奇事呢，是不是啊？往下看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迷没迷惑？迷惑了。他怎么迷惑的呢？啊，怎么迷惑的？他用神迹虚假了，虚假的，对不对？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虚假的，虚假是不是真的呢？不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件事情一点一点就会开始就往那个地方向发展了。是，你看没看到？现在教会就进入到被魔鬼用一些虚假的神迹迷惑的。这是我边讲到边会经历这样虚假的神迹。就开始出现了。我经历好几个地方，这个就用虚假的神迹。我今天讲给你们，最后上帝会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看你们信不信。你们信信真道，还是信虚假的神迹？信真道，好呀。找到吗？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找到吗？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咱们从第八节开始看。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呀，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谁的运动？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什么？虚假的。他为什么能迷惑人呢？因为他行什么呢？虚假的歧视啊！是不是虚假的歧视啊？你看这里虚假的不是真的，对不对？对。耶稣行的神迹叫死人复活，是不是真的？是。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叫长大麻风的得医治了，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耶稣叫死了四天都臭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是真的？真的。这样事儿他行不出来，他保证臭了他怎么行出来？啊，拉撒路有病的时候耶稣从来没去，听没听明白？拉撒路都死了耶稣才去的，他死了几天了？四天了耶稣才去的。耶稣为什么要等到四天？就等他抽抽了再叫他复活，显明出神的真的神迹。其实但这里边是虚假的，听没听明白？那有病了是不是？把你腿上给你弄点病，谁给弄的？魔鬼弄。魔鬼
将来就借助于大罪人在你身上，他配合着你，配合这个大罪人，是不是啊？就做一件事情，你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的，像那个耍魔术的一样，从外面外行人根本看不透的，把你这地方掐一下，叫你疼，疼的不行啦，这个膀子要坠下来了，是不是啊？是，目的就是叫你上上手电。最后来了一个假先生来了，说：“来，我给你祷告。”就给他祷告，一祷告好了，好了，从此以后你归向假先知。好了，从此以后你归向鬼，哎，这才是真的呢。我就胳膊这么疼，你看他一祷告就好了。谁叫你疼的？鬼。谁叫你好的？鬼。我看你能不能辨别出来，听没听明白？听没听懂？假的真的，你必须把它辨认清楚。如果你辨认不清楚，有一天你中迷惑，因为他行这个神迹很大的，能使火从天上降下来，是不是虚的？是不是假的？全虚假的，对不对？就是为了迷惑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受迷惑了，最后你心就受迷惑了。听没听明白？耶稣为什么不让你去看？不要好奇去看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强调了，有假基督出现，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他冒主名来说他是基督，他行多大的神迹你也不要相信，因为耶稣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就是强盗，对不对？凡在我以前来行多大神迹你都不要相信，这个人嘴里净说鬼话，他行多大神迹你也不要相信，好不好？说鬼话的人行神迹你也不要相信，不然你就完蛋了。我今天讲的倒是为你，不是为别人，好不好？他再能行神迹你也不要相信，好不好？你一看他讲的话就是从鬼来的，没有一句是圣经的，他行多大神迹你要相信呢？你怎么看神迹不看道吗？用道来衡量他，好不好？用道来辨认他，看看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他的话不是出于神的，给主做见证就是这经，他的话不符合圣经了，他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行多大的神迹其实你也不要相信，好不好？你相信是害你自己啊，你拿你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对不对？你拿你的生命当球踢的。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了，行了个大神迹奇事，为的是叫你信，对不对？但他口里却不说主的真道，净说假道，你能不能辨认出来？现在咱们就在等，有机会我就专讲神迹奇事，因为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已经快就要到了，所以我有时间就跟弟兄姊妹讲神迹奇事，是不是啊？专题讲这神迹奇事，到底哪一部分神迹奇事是从神来的，哪一部分神迹奇事是从鬼来的，好不好？魔鬼也行奇事呢，假先知也行奇事呢，他行的是虚假的，虚的假的能不能看出来？一个人安的假牙和真牙能不能看出来？能。你看他怎么弄开能看出来？假眼珠子用狗眼珠安的，你说你能不能看出来？能不能看出来？他那眼珠不会转的，是不是？他一定是狗眼珠的。狗眼珠和人眼珠一不一样？猫眼珠和人眼珠一不一样？不一样。有的人傻都不知道，都分辨不出来，是不是？真钱假钱一不一样？不一样。别人用假钱跟你换真钱，你干不干？不干。拿100块钱假钱跟你换100块钱真钱，你干不干？不干。那干的都是傻子。嗯。现在魔鬼就用虚假神迹要夺你的命，要叫你跟他下地狱，你听懂了吗？你是主的羊，一定听主的声音。你不是主的羊，我怎么讲你到那个时候就受迷惑，你到那地方就中迷惑，你中了迷惑你就完蛋了。
你信了虚假的启示，你把道全都丢了，你信多少道都没有用，都叫魔鬼借着虚假的启示给你夺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要分辨呢，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不好？怎么分辨？用道，听没听明白？你不知道这个神迹从哪来的吗？用道。你看他嘴里说的是什么？他嘴里说的鬼话葫芦的，是不是鬼话葫芦啊？鬼吹风的，净说无中生有的话，净说那些个魔鬼给他的话，一句圣经话都没有。最后他行多大神迹，告诉他魔鬼虚假的启示，会不会辨认了？你见证一下，他给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有没有这经？没有这经，这经就是你今天辨认他是真假的，好不好？会不会的？他你耳边，我就是基督，来信我吧。我传福音的时候，挨家挨户传的时候，就经常遇见我就是神了。你不用传了，我就是神了。我是你撒旦魔鬼的差役，你是神，有没有分辨？啊，弟兄姊妹，有，一下出现了神迹。你是用神迹来判断一个人真的假的，还是用主的道？道。假如我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我口里讲的是圣经的话，一个人来了不讲圣经话，专门讲地上的事儿，专门讲鬼话，最后他能行神迹，你信谁的？信道。信道啊，信道，信道。有的人就迷糊了，就不知道信哪一个。你说这个人呢，你说他不讲神的话他能行神迹，你说这个人呢，他讲神的道他没行神迹呀、啊，约翰一个神迹没行，但约翰口中所说的话是出于神，对不对？对。但有人不看呢，他爱怎么怎么都，只要看神迹我就相信。你说你害谁？害自己。你这是害自己呀、啊、你不是害别人的。最后这大罪人出现了，最后走的那个大罪人，这些假基督假先知是先在前面做铺垫的工作，先出来，像东方闪电呢，像李洪志啊，都号称是救世主，对不对？他们都先出现的，还有末世论那些人呢，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些假先知啊，你们要不要信？不信。第八节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什么时候显露呢？那个拦阻的出去了，把这不法的人给他显露出来，是不是啊？那么今天不管以色列建不建圣殿，你不要看这个，以色列建圣殿之后呢，他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像战争，巴勒斯坦一定跟他打仗的，因为他夺了这块土地，他一定会有打的过程，对不对？周边那些巴勒斯坦的国家都要联合起来，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是不是啊？包括科威特、伊拉克、伊朗，对不对？他们都要联邦连起来，凡是那些阿拉伯的那些伊斯兰的国家都要联合起来，跟巴勒斯坦一同的联手来跟以色列人打，因为他不能够轻易的，最后打到什么程度？把他们打败了，他服了，开始以色列正式开始这个殿开始正式启用了，不然的话他献不了祭啊，天天骚扰他，是不是啊？天天的跟他打，他没办法去正式的去献祭去。那么犹太人呢，他现在建完殿就是为了献祭，献祭必须有一位他等待的弥赛亚必须坐在那殿里，自称是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了。那么谁去呢？大罪人去。大罪人坐在殿里说，我就是基督，你们来信我吧。
肯定有这一天的。是。当他正式宣告我就是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末后三年半已经到了，七印的第一印揭开了。听没听明白？你就可就在那个时候，媒体上的宣传肯定不是一般的宣传，全世界性的。以色列出现了，等待的基督弥赛亚终于来到了，坐在圣殿里，以色列开始给他献祭了。听没听懂？以色列就是给大罪人铺垫的，建殿就是给大罪人预备的。主耶稣肯定不能进人手所住所造的殿，对不对？对，肯定是大罪人，因为这上面就这么介绍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和定理，你不是不知道，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大罪人不出现，任何人，今天迷惑你，你也不要相信，这末期已经到了，这个七印已经揭开了。安息日会他能那么讲，你不能那么信，好不好？他们讲的根本就知道已经过去了，是不是？他把这段经文说，大罪人已经那个时候，那大罪人是谁？就是希腊帝国，还有天主教，他就天主教那个什么教皇制，他说这都过去了，骗人的。过没过去？没过去。这圣经明说呀，过去了吗？所以这个大罪人出现，他有强大的那种迷惑力。因为原因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提到的，是吧？魔鬼把权柄、荣耀、能力都给他了，他有没有迷惑力？有，大的迷惑力的。所以今天你怎么来判断？末后的三年半又来到了。是不是啊？你可能现在借着一个建立盟约，各个国家都建立盟约，是不是？同盟国就建立盟约，在我国家和你国家还有几个国家在一起，盟约就是大伙在一起建立合约，咱们是盟国，这叫签订盟约，对不对？而且要建立盟约，建立就是咱们遇见什么环境了，我们也不分开，就是这些国。最后呢？咱们这个同盟国呢，选举出来一个王，或者是几个王来管理这个同盟国。那个同盟国它就是许多国家，对不对？许多国家组成的。那么你看这个，你能不能看出来？嗯，你就能看出来，各个国家都在协商。比如说今天在瑞士开这个同盟国会，是不是？联合国在瑞士开，那么大伙都上瑞士去了。到那个地方开同盟国会，开同盟国会目的是什么？咱们要同盟联盟，咱们要建立这个约，不单同盟了，我们还要立约，谁也是不是啊？不能毁坏这个约，这叫建立盟约，谁也不毁坏这个约。咱们各个国家许可你国家有王，但我们中间要选举出来一个作为这个同盟国的主要的领袖，是不是？你听见这个声音了，就证明进入到怎么了？一期之内了，就已经进入到末后七年的开头了。你在听着，最后呢，周边国家都开始打以色列复国，打没打？打了。那么以色列今天建圣殿也得打。以色列现在挖空，把那地里挖挖挖挖挖到那个巴勒斯坦建那个清真寺那个地方了，因为清真寺正好是压在个一个角上，压在以色列原来那个旧圣殿的那个址。他那个圣殿是在摩利亚地，是不是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就在那个高地方，在那山上建造的，叫城造在山上。他那城是造在山上的。以色列现在为了夺过来那个殿，他就是从这底下挖挖挖挖。哎，那就下沉了，就是清真寺就下沉了，下沉它就歪，房子就歪，它就没办法，里面就没办法正式敬拜他们的安拉了，对不对？打，听明白吗？不管他怎么打，最后呢，大罪人最后以色列建成圣殿，大罪人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的，最后你才能够确定，哦。倒计时了，就开始倒计时了，听没听懂啊？嗯。什么倒计时了？末后的三年半倒计时了。
对不对呀？对，三年半很快的，用人在那等他是很慢的，但三年半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听没听明白？因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将要遭到逼迫，你听没听明白？在这世界是以前人的下手拿住你，因为就大罪人出现的时候，教会才遭到逼迫。大罪人出现的时候，他要把全世界的人都笼络在他面前，他要成为全世界最高的领袖，全世界最高的王，把他们全圈在他的权下。那时候全世界的人，不管现在有许多信鬼魔的，有没有信三杰的，信三神的，是不是信佛的，信道的，信法轮功的，信东方闪电的，信那个其他的那些个什么各式各样的神的，最后都归到大罪人一起了，最后就把大罪人高举起来，这是我们的神。那些人所有的信仰都没有了，最后凡不属神的人，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都要拜他，是不是都要拜他？说都要拜他，名字没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全地的人都拜他。全地的人有多少？你数不过来，对不对？都要拜他，除了基督徒以外都要拜他，除了那些个是吧刚强行事的人都要拜他，那些违背圣约的人就都要拜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拜他，是不是？除了基督徒以外，除了那些真正的有神儿子生命的人都要拜他。你相信不相信？相信。有些圣经预言的一定会准的，到那个日子你就知道了，基督徒将受到大的逼迫，因为就基督徒不拜他，因为他说我这个是绝对的权柄，能把全世界垄断，这为什么基督徒不拜我呢？神也借着这个时候，这就是正是耶稣说的什么？我将有未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是不是啊？是。这叫真正的活喜，是不是啊？这个活喜来到，对基督徒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呢？你看他说。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多数的人都拜大罪人，只有少数的基督徒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看，大罪人能不能善罢甘休啊？这时候呢，选举了那些宗教领袖作为什么呢？大淫妇的领袖。那些个活在宗教里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人，最后这些牧师长老啊，都去奔着大罪人去了。他们都拜大罪人，他们就成为什么妇呢？啊，对，他们就成为淫妇了。而且他们选举了首领，专门干什么？杀害圣徒的。你不拜大罪人，这就是神了，你怎么为什么不拜呢？凡把杀你们的这件事，就看成是侍奉神的。凡杀你们的，谁杀你们，有功。这是侍奉神。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是不是这么说的？是。凡杀你们就以为是侍奉神了。其实他侍奉的是谁？啊，大罪人。最后我会详细给你讲的大罪人的出现。这个人可不像普通的人那么样，是不是啊？这个人跟东方闪电的还不一样，跟李洪志还不一样，因为这个人身上这个邪灵，这个力量。啊，这是魔鬼给的，还给荣耀，他就能够在一瞬间的把世界所有的王位，所有那些王权都拢在他一个人的手里。那些世界的王建立盟约就好管理了，一个选出一个就都来拜大罪人，那个主要的首脑人物拜大罪人，这些王都服服，是的，是不是？都称臣了，是不是都称大罪人的臣？这是俯首甘为什么？孺子牛了，
他是这么垄断，没有一枪一炮，没有被打一枪，被打一炮就把垄断。希特勒打没打？拿破仑打没打？打了。日本打没打？打了。啊，都打了，是不是？他们征没征服世界？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为什么要用枪炮没征服世界？这大罪人就一瞬间把世界所有王位，所有的王都称他为神，为他们的王，为他们的主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柄呢？撒旦给的。撒旦是迷惑天下，他是迷惑普世君王的。我上去前天讲的是不是普世的君王都受迷惑了， 对不对？他是迷惑普世君王心的，所以他把普世君王迷惑，这就是你们的神，这些呼蜂拥而上，保密，包括那些律法分子，以色列那些律法分子啊，包括了他，包律法分子给大罪人提供了什么呢？圣殿，提供了献祭的那些个礼仪制度，就用这些来迷惑人。你看，这有礼仪啊，这敬拜神呢，这有制度啊，有洗濯盆，有会幕啊，有金灯台啊，有陈设饼啊，是不是？就用这些，他们现在正为大罪人做准备工作呢。你听见没有？大罪人靠什么？神迹。他绝对不是靠道，他没有道，对不对？他绝对是靠神迹的，用虚假的神迹和启示来诱惑一些人的心，包括我们中间将会有一些人跟从他。你今天不好好听，那天你就是跟从他了，对不对？你看历史年代，你在网上你搜讲启示录的根本就没有，对不对？讲基督再来的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时候到没到啊？到了，时候到了。你还干什么？你还稀里糊涂的在那听道的，这样舌头酸酸的在那听道，眼睛闭闭在那听道，能听懂吗？说迷糊了，听道是迷糊，一旦那大罪人来了，马上砰一下就醒了。有罪人行虚假神迹，行神迹了，你马上去了，去了干什么去了？送死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你才能知道。我跟你讲这些事情是必要发生的，肯定发生，而且我把那个准确的那个，虽然我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我把准确的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你的心里就知道时候和定理了。一旦出现这件事，最起码你能够持守你今天我所传给你的真理，是不是啊？传给你的救恩，能不能持守？能。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能持守，没有圣灵的人守也守不住，使劲守，咬牙切齿的守也守不住。救恩为什么我在讲那个基础救恩的时候讲了那么多？是不是讲基础救恩讲了很多呀？是。讲的这很多，就是为了后面一点点奠定基础的。根儿没打好，往上一见到倒塌，对不对啊？就那个基础是很关键的，不管怎么讲，就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救恩，对不对？对。你把这个救恩牢牢地存在心里头了，那么下面呢，再往上建造就好建造了。不管谁说什么，坚定不动摇，是不是啊？是。不管谁说什么，今天都恒心守着道，恒不恒心？恒心。守不守？守。守道啊，别守神迹。神迹在那不能救你的，神迹其实随着你做见证的，他不是主导，所有的神迹都是为道服务的，道是神，对不对？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神迹是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么将来魔鬼用虚假的神迹诱惑你，上不上钩？不上，上上钩。那是一种诱饵，那是一种毒钩，对不对？把你勾去了，有的人跟着跑，不怕死吗？不怕下地狱吗？将来大罪人的结局往哪去？硫磺火狐狸啊。你跟着他的走，就跟他借这个光，借什么光？
流亡火湖的光，是不是啊？千万不能把你自己的命白白的送礼了，你那不是把命白白送礼了吗？送给谁？送给大队的人，是不是啊？也可能我们这一茬人就经历了这一场浩劫，就经历了这场大罪人行虚假的欺师诱惑许多人，也可能我们这一茬人就能经历到。不管经历不经历，今天我们必须做好的提前的准备，好不好？好，做好提前的预备工作。无论他是谁，只要来的跟圣经所默示的话语不同的，他行多大神迹，我也不要去信去。是，对不对啊？有没有人跟着跑？保证有人跟着跑。往下看啊，这大罪人将来是被耶稣基督灭绝的对象，是吧？是不是啊？是。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叫撒旦的运动，这撒旦在他里边运动，对不对？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撒旦在大罪人里边运动，鼓动他，是不是啊？在里边一运动，他就开始就做事了。这大罪人是被撒旦运动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圣灵在我这中间运行啊？是，他是被运动的。你看这叫法都不一样，他叫运动，是不是？运动是什么？在这鼓动他，鼓动人，鼓动叫你快去做这件事啊，做这件事，这是运动啊。对，照着撒旦的运，不照神，他照撒旦，因为他谁一伙的？撒旦一伙的，听没听明白？这大罪人出现了，假基督出现了，就是这样，照撒旦运动，对不对啊？最后我会给你详细讲大罪人的时候，会讲到这个。我这个地方主要给你看到，有许多人要随从他们，有许多人跌倒，这群人有多少人呢？往下再看啊，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其实是不是虚假的？是，各样的，能不能被诱惑？能。所以今天不注重信心，光注重了看见的神迹上，这个人可就坏了。这个人早晚有一天中迷惑。你看，有的人追求恩赐，不追求生命；追求神迹，不追求真理。你这个人可不可怜？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对。有的人不追求这些，有的人我亲眼看到追求什么？追求恩赐，追求什么？唠唠唠，哒哒哒，追求这个东西，无需有的，是虚假的。我讲救恩与恩赐，谁听过？救恩与恩赐啊，没听过是不是？救恩重不重要？重要，重要。那我有了救恩，神给我恩赐才能得奖赏，借着恩赐得奖赏，对不对？嗯。我的救恩都没明白呢，我有多大的恩赐？多大恩赐有什么用？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可能你被魔鬼利用了。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来不认识你们，是不是啊？这可就惨了。你看有的人他就追求很多的恩赐，他不追求生命，他不在生命上扎根，可不可怜？你看这魔鬼会行许多的异能歧视和一切虚假的什么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在什么人身上行的？沉沦就是灭亡的人，在灭亡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这是不是诡诈呀？诡诈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叫诡诈啊？诡是不是诡计呀？诈是假的意思，欺诈的意思，是不是？用诡计来欺诈人，来欺骗人，这叫诡诈，对不对？就为了叫你信他，给你在身上行个虚假的东西。突然的这鼓个包，啪啦就回去了。突然就搁这帽子鼓个包，哗就回去，这不虚假的？鼓包那是撒旦叫你鼓的，回去也叫你信不信我？信神能不能这么干？不能，神从来不这么干，对不对？他那叫虚假的启示。你看看，摩西在埃及地要
行那个实灾的时候，那些假先知行不行？假先知行出来是不是虚假的？是。最后呢，用蛇，是不是杖变蛇？最后呢，假先知也杖变蛇，是不是？最后摩西的那个蛇，杖变的蛇，把那些假先知杖变的蛇给吞了。变不变？他们也在变。不信你看那埃及那石材里头，他们也在变。摩西行什么，他跟着学，最后学不了了。最后一些神迹他就行不了，他模仿不了了，因为这是真的神迹，他们那是什么？假的。假的。对不对？最后他就甘拜下风了。那都是法老王请一些假的术士。假的一些先知来行虚假的奇事，你不要因为神迹来断定这个人是否是出于神，好不好？有神迹出于神，没有神迹不出于神，你这么断定吗？上帝在末后时期就叫你大大的运用信心，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好不好？好得这个奖赏，信是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就要在这末后时期，就叫你不用见就相信了，好不好？你看见神迹了，你不信不也白费吗？十个大麻风的被耶稣基督医治好了，有几个来感恩的？就一个撒玛利亚人来感恩，剩下哪去了？都跑了。行神迹的人离开耶稣基督的有的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离开耶稣基督的人有的是。听没听明白？往往今天人注重神迹的人，这样的人，我告诉你都不在信心里建造。听没听明白？不用见神迹就信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用看眼看见就相信主的话是真的，这人是有福的。你非看见神迹就信，不看见神迹就不信吗？现在有多少人看神迹，净虚假的神迹，没有一个是真的。魔鬼在这幕后时期就兴起一群人专门干这个事儿，好为将来的大罪人铺垫基础的。因为这些愿意，是不是听风就是雨的人，愿意听信那些虚假话的人，一见着虚假的神迹他就往上上，对不对？愿意追求那滴滴滴哒哒哒唠唠唠的人，你看不看这人天天追求的是这些事儿，有没有生命不在乎，他就追求这些东西。现在那些假先知追求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出去赚钱，拿这个恩赐出去赚钱，跟不跟圣经启示那个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就关彼得要买花钱买恩赐那个一不一样？是不是啊？最后彼得给他一句话说什么？你跟你的钱财一同灭亡吧。神的恩赐启示用钱财买的吗？是不是灭亡？凡今天拿着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恩赐，拿着恩赐出去赚钱的，都属于鬼，都属撒旦那一伙的，有没有？有拿这个恩赐出去赚钱的，他为什么要求恩赐？不要求生命，有没有生命无所谓，将来上天堂下地狱谁看到了？我无所谓，只要有这恩赐就行，能赚钱就行。是不是有这样人？他欺骗人。拿这神迹欺骗人，欺骗完了把你钱欺骗到他手里头，达到他目的了，他不在乎上天堂下地狱，听懂了吗？我们不是那群受骗上当的人，阿门。我们是一群上帝兴起的人，阿门，好不好？好。见到这件事情一定要躲，躲避这些人，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沉沦的人身上，被大罪人将来就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用诡诈带他们，是不是啊？因为证明这群人是什么人，沉沦灭亡的人，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你看这群人多半都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哎呀，王弟兄，王仁浩讲那个阴性成义讲的可好了，边看边哭，边看边哭，最后照样离开了。你看这人是真哭是假哭，猫哭耗子怎么样？假思维呀，这都假哭的。我在那滕州那地方讲那个，有几个人传道人去了跟我辩论，后来呢，
我就开始讲那个两个人，新旧两个人征战，他的两口不是不是两口，那是不是两口我也不知道，在下面哭的简直烂了，像泪人一样。哎呀，终于明白中，我走的时候回去又回到那里去了，现在又开始反对了。你说这些人都怎么？他是先前是灭亡之子，就是先天性的灭亡，注定的灭亡之子，他就算清了，他也照样得灭亡啊。他哭都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往下看，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是不是一种生发错误的心呢？这个生发错误的心是谁给的？神给的。就给他这种人一种生发错误的心，是吧？给他这种心目的是什么？叫他们心从虚晃啊，心从虚晃。因为一个人在他耳边说，哎呀，今天快出去吧，你丈夫快出去吧，出去今天能挣500。一会就在耳边又说假预言了，快点吧，你把你那女儿打发出去，今天能找到好老公。这是预言吗？不是，这是算卦。我先告诉弟兄姊妹，算卦呀，巴兰干什么的？术士。术士为什么别人给他拿去是挂金呢？算卦真的，这就卦呀。那么今天世上的人，他想知道吉凶祸福，他找一个什么？算卦的，是不是啊？占卜的，算卦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占卜啊？是不是算卦呀？你听过吗？算卦是不是啊？你别管那算卦，有的人突然就他是先知啊，一会儿就对你耳边说一句话。你要不要听？不听啊，他那叫算卦，那不叫预言。他算出来，凭他自己脑袋算出来的，占卜出来的，这叫什么呢？叫伪的。神没有告诉他，神在这个时代中间没有，现在新约时代中间兴起先知，因为先知说预言完事儿，是不是啊？神儿子说预言。在这圣经里头，对不对？那么使徒说预言，在这圣经里头，完没完成？完成。现在世界上还需不需要你再另外说预言呢？不需要。你的信仰还需不需要另外再有任何的预言？不需要。来指引你的路了，不需要。这个是圣经够不够了？够了。给主做见证，就是这圣经，见证完事了，预言完事了。再有人在你耳边说任何的话，你都不能听，那叫算卦，那叫占卜。听没听明白？巴兰被巴勒雇用的就是干什么的？算卦占卜。听没听明白？所以给他什么金呢？挂金，就叫他算卦，就叫他占卜，就叫害以色列民，咒诅以色列民。听没听明白？上帝会不会叫他得逞的？不会叫他得逞。巴兰其实上山，他为什么总挪味儿？总挪一个山，挪一个地方，挪一个地方，挪地方目的是什么？我的嘴这么硬，我明明是想说咒诅的话，怎么一发出来就变成什么话了？祝福的话。其实他想挪位，目的是什么？想挪一个位，这地方没有神了。你说这个先知当的可不可怜？巴兰是不是上帝兴起的先知？是不是先知啊？最后他干什么了？术士行邪术的，先知耶和华代言。行邪术的给谁代言？给鬼代言。邪术是不是鬼啊？是。过阴的是不是给鬼？是。啊？占卜的是不是跟鬼？是。算卦的是不是跟鬼？是。为什么这个先知能成为术士呢？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先知能成为术士呢？先知穷不穷？历史里的先知都是什么？贫穷。
术士给人算卦富不富？富。你看不看到？富不富？一个富，一个穷的，对不对？这说天上的话，这说鬼话，这说神的话，这说鬼的话，是不是？嗯。这两个，他俩有没有瓜葛？没有。没有瓜葛，一点瓜葛没有。那么巴兰为什么今天当了先知还要当术士呢？他不想要当一个穷的先知，他想这边还知道神的事，那边还知道鬼的事，还教鬼，对不对？通过鬼富，通过神知道将来的事情。你看不看到？知道幕后的事情，因为神给神当先知就知道神的事情，知道这个世界发展的结局，知道整个的救恩的奥秘，所以他想又想给神当先知，又想给鬼当什么术士。那么今天巴勒去招巴兰不是突然的，是上帝许可的，对不对？是不是上帝许可的？就要显明这个先知是个什么先知呢？一面教神，一面教鬼，一面当神的先知，一面当鬼的术士，就有这种先知。这种巴兰最后的结局惨不惨？驴都替他说话了，不用他说话，用驴说话了。你想想惨不惨？最后被杀了，是不是？对。这样的先知，你说在活着有没有意思了？为了要钱，当术士能挣钱，当先知只能知道将来和先前的事情，所以他想当术士，一面当术士，一面当先知，完不完了？上帝最后用不用他先知？我要让驴说话，我让你不用你说话。驴用人言责备了那个先知的狂妄啊，可不可怜？有人走了巴兰的路，天天想要行歧视，行那些说假预言来赚钱，走在一个地方赚钱，走在一个赚钱，赚来赚去赚楼房，赚汽车，是不是啊？他目的纯不纯？他的目的就不纯，就为了这些而忙碌，到处奔跑，不怕死，是不是啊？一点都不怕死。这些糊涂人最后呢，都没有好结果，都没有好下场。所以这个假基督出来干什么呢？行神迹，行启示，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处于不义的诡诈，对不对？这是一种诡诈呀。神就许可这件事发生。神为什么发生？神这时候给他，他们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一切不信真道，是不是啊？一切不信真道而只信虚假的人都被定罪，是不是？上帝要定罪，对不 对？ 对。要定谁罪呢？叫他们心存虚谎，把这些沉沦的人叫他们心存虚谎的，就在虚谎里面，你都不要信，这都是虚谎，都是从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听没听明白？假如有人在你耳边，我动动我就看见了什么了，我就想到什么了，这些都从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没有圣经的依据。我要到你们中间，不讲圣经，我就讲我自己，出一对，我又这样看见，我又那样看见，我就讲这些事，我就不是出于神的，听没听明白？我不讲圣经，我离开圣经了，我就讲那些有没有用？这圣经是我们今天唯一得救的依据凭据，是不是？是。离开圣经了，有没有救恩了？没有。离开圣经有没有真理？没有。有没有道路？有没有永生？没有，没有了。你的见证不能离开圣经，好不好？来，我给你做个见证。我从前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怎么样，这是圣经里的吗？是。啊，我从前，哎呀，我怎么干也赚不着钱，我今天干终于赚着钱了，就做这见证。我家那烟花罐怎么烧也不了了，是不是见证？咱们做的见证是什么见证？生命的见证，不是做生活的见证。就把旧约拿出来，以利亚到撒拉法寡妇那里做见证，所以他把那见证拿过来，那是真的旧约的见证，是不是？新约的见证是什么？希伯来书你看到吗？
亚伯献祭比该隐献的更美，这就是见证。亚伯的信心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亚伯献祭能不能看见？能看见。用能看见的来显明看不见的，对不对？什么叫见证？能看见的是献祭，看不见的是信心。上帝要把这个看不见的信心显明给后来世代人看，听没听明白？挪亚的信心能不能看见？造方舟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上帝用造方舟这个能看得见的造方舟去显明的看不见的信心，对不对？是不是？亚伯拉罕信心能不能看见？献以撒能不能看见？上帝用献以撒这个可能看得见的献以撒去显明亚伯拉罕的看不见的什么信心？信心。雪伦夫人信心能不能看见？看不见。接着他摸衣裳穗子，能看见。摸衣裳穗能不能看见？用摸衣裳穗这个看得见的去显明的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的信心能不能看见？受苦能不能看见？能看。用受苦来显明你里边那个看不见的信心。你看这话重不重要？重要。这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你不能建立在眼见上。这个献祭这个和那个眼不见的信心，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基础。信心是见证的基础，见证是信心的结果。听没听明白？这句话听懂了吗？是不是啊？你这个信心能不能看见？能不能看见？受洗能不能看见？能。受洗能看见，用受洗这看得见的去见证你看不见的信心。谁说不用受洗的？啊？你有没有机会受洗？有机会你去向他受洗，因为这是见证，是你今天信心上的见证。圣经全是用看得见的去见证的看不见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只要你不凭眼见，就出来眼见的见证了，对不对？你行事为人不是在眼见里行，最后就出来人能看见的见证了，对不对呀？对，这句话奥不奥秘？这是相当奥秘的。神能不能看见？看不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能不能看见？神用道成肉身的主去见证了看不见的神。听懂了吗？啊，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就是要显明那个看不见的神，是不是啊？神看不见，但上帝借着耶稣就道成肉身，耶稣就是神成了肉身，叫人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这群人显明出来，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救主。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唯有表明那看不见的神，怎么表明？得道成肉身才能表明出来，对不对？对，不道成肉身表明不出来的。神看不见，造出这个世界能不能看见？能。造出这世界万物是为了就把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对不对？对。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了。这是不是罗马书说的？神为什么要造一个能看得见的世界？就是你把那看不见的神显明出来，表明出来，彰显出来，对不对？嗯。你知道这奥秘吗？知不知道？知道吗？我没跟你讲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我没跟你讲绝对你不会知道的。是，你不会知道的。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他就嘴上说我有信心我不用受洗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上帝要显明这件事，对不对？对。受洗表明你要归入基督的死，对不对？对。我跟基督死这个信心是看不见的，我为主殉道这件事能看见，因为我为主殉道这件事显明我看不见的信心。我为主殉道被杀这个信，这个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我里边的信心能不能看见？我为了里边看不见的信心，我宁可被主杀了；为了主看不见的道，我宁可被主杀了。显明这看不见的信心，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我在被杀的时候还是欢欢喜喜的，被杀的时候还是面对死亡，不惧怕，不惧怕了。听不听懂了？听懂了。
如果你听不懂，就说明你里面有问题的，是不是有问题？现在很多人，他说，他就拿我讲那个话，就说什么，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眼见，这不是叫凭眼见，上帝要借着眼见显明眼不见的，对不对？神是眼不见的，他为什么创造眼能见的世界？不就是把神显明出来吗？对不对？对。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干什么？他神本身不需要道成肉身，他不单为我们赎罪，而且要把那个眼看不见的神给显明出来。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在鞍山讲的显明是不是？那时间太短了，不能讲的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是讲这一点点。这显明圣经，表明彰显，这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是不是要把那个无限的神、看不见的神给他表明出来？用看得见的表明看不见的，用见证去见证那看不见的。什么叫见证？你告诉我什么叫见证？亚伯不献祭，神就没办法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就因为献祭才做见证，对不对？那基督的肉身是不是献祭的？是，献祭才能看见呢，才能看见神是如何爱我们。神的爱是看不见的，借着耶稣基督献祭，就把神的爱显明出来了，是不是？是表明出来了，神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借着谁？借着耶稣献祭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显没显？神的爱就在此。是我说的话，这话讲对了，是讲错了？王一航，你讲错了。你信心不在乎行为吗？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你怎么又凭讲到眼见里？我这是讲到眼见里吗？不是，啊？有的人怎么这么诬陷我呢？你们在听我讲道，我这个讲的道是圣经的，是我自己的。啊，他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不对？最后约翰做见证怎么说的？我把所看见的、所摸过的，是不是亲耳听过、亲眼见过的见证给你们？耶稣叫不叫你过来摸？你们看有没有？神就是把那看见的神变成能看见的人，给你摸，给你看，给你探，听没听明白？你都没摸着呢，你都没，是不是？你就根本不知道呢，你没见过他呢，你怎么见证他？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对不对？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在尼哥底母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就说我们所见证是我们所见过的，是不是？是。说这话对不对？对呀，这是王一浩的话吗？还是神的话？神的话，这神的话呀，这不是我的话，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些事情，你不能中迷惑，原因就是因为你在道上扎根了。如果今天基础你没打好，往上越建造你越完蛋，越建造越完蛋。就像什么代数那个一元一次方程你都没学好，往上的什么三元一次、四元一次，你别想了。你计算什么你都计算不了，对不对？你练什么公式你都练不好，因为基础没打好。加减乘除你没弄好，越往上越念越晚，越念越晚，越念越吐鲁反账的，对不对？最后就得辍学了，不能念了，是不是？因为你根基没打好，小学没念好，到了初中更没念好，到了高中你就得是什么呢？一个完蛋的一个，你就得是用咱们东北话是拉耙子。是不是拉耙的？每一次考试你都是拉耙的，你跟谁玩你都是第二，你就明白吗？就像那象棋抽棋篓子似的，跟谁下都是第二，你知道跟谁下都是第二，他是下的好不好？不好，总共就俩一共就俩人下象棋，一共俩人，他跟谁玩他都是第二，能好吗？我讲的时候你没认真听，将来的遇见环境你就是那伙的，就倒下那伙，遇见环境就倒下那伙，听没听明白？
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感谢你照着你的旨意今天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不住在教训我们，是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了基督再来的奥秘。主的日子来到要像贼来到一样，没有人能知道他的日子来到。今天你把这个日子不告诉我们，就是叫我们专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的信心用看得见的聚会来表明出来。今天你就要叫我们今天在聚会凭着信心来聚会，等候主耶稣基督不告诉我们的时间，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信心。谢谢天父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正宗的神，你是我们今天指路的明灯，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你每一天加添我们的力量，在基督耶稣里面引导我们的意念，使我们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不在自我里面生根建造。求你亲自在这里引导这里的教会，引导这里的众弟兄姊妹，使他们都能够存着信心来仰望主你的救恩，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来到，仰望主耶稣基督你从天降临，因为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这是主你的教导。我们今天凭着信心仰望你，求你，你并不叫我们一切的仰望而失望，因为你给我们的都是希望。但愿你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动工，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持守你的真道。谢谢天父在这里做复兴的工作，使得救的数目天天加增给这里的教会。愿一切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祷告感谢奉主。